今天的话呢，第一个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班我们是入门的设计，所以入门而已哈。啊，至于要进阶的话，可能自己后面再花一点时间，啊，或者是说哈，因为我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啊，如果你想要继续收看的话，哈，你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看，啊，有更进阶的东西，包含网络爬虫啦等等相关的教学，上面其实还蛮多的。那我的订阅人数哈，也不算多了哈，大概26000多吧。啊，当然如果跟网红比的话是不能比了哈。不过因为我没有露脸哦，不是像网红哦，随时都拍一些影片拍自己，然后都介绍一些吃喝玩乐，大家比较有兴趣。我都拍什么？拍上课录影、上课的这些内容哈。那第二个的话呢哈，大概我简介一下，待会的介绍流程，第一个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再来的话呢参考书目。那课程介绍部分的话，就是哈，我会讲一些就是我们大家要上哪些东西。但包括就是刚刚我们给各位问卷里面提到的，第一个，你要先把环境先建置好。所以今天的话，至少我们有个任务，就是大家都要把写 Python 那个环境建起来。OK， 那当然，如果你用那个，假如说你今天哈，如果你是用那个 Excel 的话，其实用 Excel 它的好处是，如果你要写程式哦，你只要把什么？把这个上面箭头点下去，其他命令，它面有个制定功能区哈，你把开发人员打勾，这边就有一个 Visual Basic。如果说你要写 VBA 的话，其实你就在这边写就可以。那你再产生一个模组，程式就可以开始写了。OK， 而且很多东西都具体了。但是啊，这个环境是要付钱的，要付出代价的。但 Python 啊没有这么方便。不过呢，我尽量想一些方法，让它稍微方便一点。所以呢，云端好，我有放在云端上面，有所谓的懒人包。所以待会的话哈，如果你要能够开始写程式，第一件事，请各位要学会怎么样把懒人包下载好，并且解压缩。不过会有个问题，好，因为我们这一班哈人数众多，可能会塞车。好，因为档案其实不算小哈，所以待会如果下载速度慢一点哈，你们可能稍安勿躁，或者说，如果有学生碟的话啊，你就跟旁边同学，反正其中一个人下载，另外其他人呢、跟他 call 就好了，这样可能会减缓一些啊塞车情况。不过还好我们这边应该网路算还快了哈、所以这个问题我想待会我们哈、应该会遇到，所以可能跟各位讲一下懒人包部分有两个档案一定要下载。第二个的话就基本语法哈、比如说我今天一定要产生、一些地方可以放资料啊，那所谓的变数。OK， 那我刚刚有提过，在 Excel 里面很方便，你随时你要放资料的话，你可以直接放在哪里？放在这个储存格里面，有没有？那这个储存格就可以让你，比如说你要 key 什么数字啦 ，key 文字啦 ，key 有小数点 ，key 日期时间都没有问题。但是在Python 里面哈、缺点就是它很抽象，它没有像 Excel 这么具体可以让你看到，所以你必须怎么把资料放在变数里面。那怎么去操作变数啊？这个是需要学的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情可能就是要什么做一些逻辑判断啊，比如说我今天假如我要写什么写一个判断年龄好了，比如说我输入我比如说60岁，那判断我是哪一个年龄层啊，比如说我可能是青年啦、或者是壮年啦、等等的哈、一些逻辑判断。然后后面的话再来就你就要重复做什么事情，因为电脑有个优势啦我们重复做几次会很累，但是电脑不会，所以你希望让电脑重复做，你要学会回圈。那回圈有两种回圈，一种是 for 回圈，一种 while 回圈。 for 回圈就跟他讲说你从哪一个地方执行到哪一个地方开头结束，你有一个范围，用 for 回圈。那如果没有范围比如说你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什么状况发生的时候你就停下来，那这样的话就坏回圈。那这个两个回圈如果你会用的话，你就可以让电脑重复做了，反正你跟他讲从哪个地方一直帮我做到哪里为止，你用 for 回圈后面有一些练习题包含就是说我也许我们可以设计什么剪刀石头布，跟谁跟电脑玩剪刀石头布 OK 另外的话也可以猜数字游戏比如说你假设简单的话大概1到20猜一个，然后呢它可以不断告诉你你猜对还是猜错，甚至这个猜数字游戏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像以前什么 1A2B 那种的比如说有4个数字，假如说位置对的话，数字也对那就 A， 那数字对位置不对就 B，
哎，那你也可以写啦，不过相对的逻辑相对比较复杂一些些。那主要就利用什么方法？回圈嘛，好，然后利用逻辑判断，然后跟你互动。OK， 那这个后面呢，我们都会逐一的来跟各位做说明。那再来的话，还有所谓的什么串列？那什么叫串列哈？其实还是用 Excel 好像比较清楚。Excel 里面哈，我们如果要放资料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就一个串列，有没有？其实就是 Excel 里面的一个范围啦。那在 Excel 看得到，可是在 Python 里面是看不到的。所以我发现最辛苦的地方就是你要把原来看得到的，把它想象成看不到的，因为它放哪里？放电脑里面的记忆体，记忆体应该知道吧？那个 memory 啊，你也不可能把它打开了，打开没电，它里面它也不没办法看到，所以你慢慢要能够把看得到的转换成看不到的啊，你慢慢就学的比较 OK。那什么叫字典？顾名思义嘛，就是两个栏位啦 ，OK。好，一栏是放 key， 一栏放 value， 就是一栏是可能是放中文，一栏是放英文，或一栏英文中文都可以啦。OK， 有点字典嘛，顾名思义哈，两栏式的。那其他的话，后面当然还有所谓的怎么去开档，比如说你外部有档案，你如何把它合并分割？比如说你要合并分割怎么做？那还有资料库，资料库非常重要。如果一个程式你没有学到跟资料库串联的话，等于就学一半。因为所有的程式最后呢，都会需要把资料存起来。那如果你不会资料库哦，等于是学一半。好，所以最后我一定要讲到这，但是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好，不过我们尽量哈，可能之后尽量刚开始也许会上慢一点，不过慢慢会开越来越快，但是不会失控像普悠马号了哈。OK， 就是慢慢可能会开稍微快一点。所以如果说你觉得实在有一点快听不懂的哈，可能再跟我讲一下，要不然的话我会把它录下来，你回去哈，再自己花一点时间听过。好，应该 YouTube 现在应该大家很习惯，我发现每天大家第四台都不看了，大部分都看 YouTube， 而且 YouTube 上面有非常多好的这种节目哦，而且年轻人真的创意非常十足，而且愿意哈，把他们的一些生活里面发生的点点滴滴哈，都分享出来。好像昨天才看到一个年轻人，他环游世界，他叫穷游啦，好，然后把影片放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哇，他跑什么跑印度哎，我很想去，但是看到他拍的那个影片之后，我就有点抗拒了哈，因为那个实在那种环境，实在是感觉就会有点落差啦哈 ，OK， 落差还蛮大的，而且甚至那个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上车啊，你的车厢在哪里？对不对？而且你进去之后的话，可能还上不了车，或者是他跟其他人挤啊，都有可能发生。好，这题外话哈，那我们今天的话，第一个哈，我还要介绍一下我自己啦。啊，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其实蛮容易的哈。你如果 Google 吴老师的话，第一个找到的应该就我的教学部落格。我教学部落格里面有大概放了快上千篇的文章了吧哈，因为我教电脑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了，虽然我能看不出来吧，不过其实我会之所以会教电脑，刚开始也不是说我愿意上这个台，是因为我很喜欢分享，然后呢就会有人不知道 Google 吧，找到然后看到我这个，就会想说找我上课，然后我刚开始 OK 啊，没问题啊，接着就越来越多，然后我越上课，然后越又写部落格，然后越多人看到，那越多人找我上课，像这个课也是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又找到我。好，如果说时间 OK 的话，那我当然很乐于哈，又站在这个台上 ，OK， 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好，当然这里面的话，纯粹我觉得是一种兴趣的成分居多 ，OK， 好，然后我的第二个可能找到就我 YouTube 频道，我刚刚讲20000多个订阅。好啊，里面观看次数大概有500多万个吧，哈，那上面影片数量也大概应该超过20000个吧 ，OK， 也就是说哈，我在 YouTube 开始有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上传，所以你也可以在上面找到我，2006年那时候的影片，2006大概12年、13年前的影片 ，OK 哈，所以坚持做一件事情哈，好吧。那我曾经教过的，目前教最多的大概就是第一个当然 Python， 第二个就 VBA， 那第三个可能就手机 App，
第四个可能跟云端有关吧，哦，可能这些比较新东西啦。那你说我要教的东西主要以哪部分 为主啦，其实就是最潮的就对了，反正只要是最潮的我都教。那我怎么知道最潮呢？所以我的敏锐度也很高，哦，随时我要吸收一些新知嘛。那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些新的潮流出现的话，我就继续去 study， 继续开始就可以开这个课了。你不用等到说你有需要我才开，不会，我先告诉你这个东西即将流行。所以我开 Python 也不是，也就是这样很自然的，然后开了之后发现反应都非常好，然后 一路就一直开下去了。只有更多啊，大家，啊，老师你还不要开更多东西，后面东西还没讲到，啊，其实这个入门后面还有很多，哦啊，现在 AI 跟那个深度学习大家都很想知道，好，那，啊，怎么办？后面我来想一些东西，啊，给各位，啊，后面去接着，啊，所以呢你要了解这新的，啊，现在有这个简单的术语嘛， ABCDE 嘛， A 的话就 AI 嘛，对，所以现在最夯的，啊，有没有？然后应该人工智慧每天都哇，对，你看台积电最近也要设计这种，人工智慧的晶片，啊，鸿海也要等等的，有没有？那 B 的话什么 Big Data 嘛，这不用讲，大数据，哦，已经流行了好几年了，现在还流行。OK， 然后呢，云端的话呢，就 C 嘛 ，Cloud 这个已经流行了，在大数据分析前面就流行了。第三个的话就人脸辨识，但不一定人脸辨识，你可以就影像辨识或车牌辨识也 OK 啦。有没有？你看现在停车场哦，几乎都是用辨识影像辨识部分。OK， 所以影像辨识的话呢，未来可能会改变我们很多事情。也就是以前可能需要用你的眼睛去看的，那未来可能就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只要你训练它结合那个 AI 跟深度学习，那以后那个机器做出来之后呢，你就不需要像一些作业员每天都要看板子上面有没有错误，那用人工来看，那现在不用了嘛，用什么？用影像辨识，你就知道这个板子上面有没有错误嘛，因为你一个正确的 layout， 那跟其他的一比较，你就知道哪里有错误了。或者警察要抓小偷的话，比如有没有窃盗车辆，不用嘛，现在不是车上就装那个什么车牌辨识嘛，你只要车子一经过之后，哪一台是赃车，马上出现，马上围捕了，对不对？ OK， 所以，哦，现在当小偷，哦，恐怕也没那么简单的，对不对？哦，OK， 而且人脸辨识不用讲，现在电影很多嘛，不过当然会牵涉到隐私权，哦，甚至你那个 门口的管制可不可以用人脸辨识也可以啊，比如说你是公司的那个员工直接进来 ，OK， 那不是的话呢就挡下来，哎，管制也 OK 哈，哦，太多了啦，哈，哦，只是说这里面可能会牵涉到隐私的问题，啊，再来电动车，当然电动车这边不是只是讲说把车子变电动的哦，里面的话其实应该叫智慧车，也就是车子本身就是一台类似什么智慧型手机一样，里面的话也是可以程式化，也就以后哦也可以在上面写 Python， 你的车要怎么样？这个去客制化都没问题，哦，大概会有这几个方向。那再来的话，我的一些相关资料了哈，啊，其实洋洋洒洒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哈。那主要的话，我有实际上程式设计的经验超过大概接近30年了 ，OK。然后也有创业经验，然后呢，现在陆陆续续在一些学校单位啦、推广单位哈，本来是副业的，快要变主业了。为什么？因为可能反应也还不错了哈，开课应该也没什么问题，所以一路就一直上，然后现在就退到幕后了哈，因为可能也不需要那么辛苦了，然后再来的话可以享受一点人，明白人家啊，可以多一点时间哈，可以做一些比较悠哉一点的规划了哈 ，OK， 好，啊，人本来就这样了哈 ，OK， 那因为这样关系啊，我最近也得了一个什么最佳人气讲师，好 ，OK， 这志强工会基金会。那之前的话也颁一个那个什么卓越贡献教师 ，OK 哈，哦，这个是前年的。那文大这边也颁一个叫做趋势先锋哈，哦，教师哈，哦，所以只是哈，哦，讲一下啊，还有什么呢？我的证照也接近30张，我最近才又去考2张 Python， 啊，为什么要考哈，哦？其实你说老师不用考，老师才要考了 ，OK， 你不去考你怎么知道你是 OK 的？哦，而且你考过之后你可以把经验分享给学生，哎，真的耶，结果我有一班24个去考一样的证照，24个全部通过，而且他们真的非常有自信，非常有信心，考过一张之后还意犹未尽，还想说要考第二张，哦，为什么？因为他看到
老师自己都考过了嘛，对不对？如果我都没考过，他们问我，我会心虚吧 ？OK， 好，那所以呢，只要有一些新的东西，那我都会先去准备了啊，花一点时间啊，所以这两张证照秀一下。那还有我的 YouTube 频道啊，当然我的习惯是，只要我做过哈，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啦。OK， 人只要走过也要留下一点东西，否则的话哈，你十年二十年之后，可能都看不到东西，但我还好，我的东西都存在，所以我百年之后假如啦 ，OK， 讲这个，我的子孙可以看到我的东西都存在而且我会把它放在云端或者任何一个地方，他想要了解我很简单你的阿公你的曾祖父曾经做过什么事情，看着他们应该也不至于会太怠惰吧，对不对？发现哇，原来我们的祖上原来还有这么认真的一号人物，不过我扯太远了 ，OK， 好，那另外的话呢，还有那些认真，其实证照考试中心也找我帮忙审题命题了 ，OK， 所以我也是另外的话有两本这个上课用书，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自己看一下，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我上课东西跟书里面写的也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习惯用自己的解法，我看别人的解法我也不习惯 ，OK， 所以书可以参考，但最后你一定要有一套自己的东西出来。如果你是照书里面从头打到尾，那你学不会，尤其程式的东西。像我看程式的书我顶多叫参考，那程式一定会完全改写，一行都不会一模一样 ，OK 逻辑也要改一下不然的话呢，那不是你的东西。而且程式有一个特色，就是没有标准答案。也就是说，如果十个人写十个人解法不会完全一样。如果都一样的话，那可能是学校教的没有。我尽量不要填鸭啦 ，OK， 我觉得很多东西，你的解法如果更好，你可以给我，让我知道，我会思考，这个好方法，也许我下一次上课我会用你的方法，说不一定。就上课有同学也会跟我讲说，老师，我想到一个好方法，或者他在网络上找到什么好方法，他会告诉我，然后我说，这个好方法，我就把它学起来了。下一次我上课也会把那个之前的写法再改进一下。所以我的课程会有一个特色，会不断会更新哦。OK 所以我不会忌讳说你们来就是挑战我的解法，我非常非常欢迎。我最怕就是大家都没有声音。没有声音是几种，大家都学会了，一个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大家都没有学会，还在这个第二本书比较难所以提供给各位参考。好，那再来的话呢，为什么要选择 Python？ 其实倒很简单，因为它真的比起以前的程式简单太多了。如果你有学过 Java 啦，学过 C++ 的话，你再学 Python， 哇，好简单哦，大刮胡都不用了。不过如果你一个都没学过，你大概知道就好了。它简单，但是 说真的，虽然简单，但是也还不到完全不用学习的地步。OK， 所以你还要有心理准备。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目前Python 的排名其实排在第三，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软，而且它一直往上。OK， 除了那个什么 Java 啦、C++ 哈。那再来后面我们会处理大概几个问题就刚刚给各位看到的所以今天的话接着我们就要来进入到第一个单元，就是建立我们的环境。那怎么建立？非常简单。第一个请各位先到哪里呢？先到那个我们的讲到的那个环境相关的资源放在这上面其中有一个是安装环境 ，OK， 所以你找到那个安装环境点进来之后的话，请你帮我先下载两个东西。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下载那个懒人包。好，进来之后找到懒人包，懒人包里面这两个东西帮我下载下载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点它一下，上面有个箭头，或者点它一下，这边有个下载。好你看到什么糟糕就不用理它，下载就可以。好，然后他问你说这个223MB 要不要下载人要下载。OK， 这个时候的话呢，它就会自动帮我下载到下方，因为我用的是 Chrome 浏览器所以在这边还蛮快的，三秒钟就下来了。这个可以把它再上一页再下载这个第二个 Python 3732，这也是要下载，然后把它人要下载就这两个档案那下载完之后的话呢
记得把它解压缩。那解压缩的方式的话，我建议是，我看一下，如果你们如果用 IE 浏览器的话，假设长得不一样，不过也这个地方，假设你用 IE 浏览器的话，一样把这个地方，一样这个安装环境懒人包，看一下，点一下，它好像也是下载，只是说好像存的位置跟那个 Chrome 有点不一样。反正你下载之后的话呢，记得，把它解压缩。解压缩的方法的话呢，我们就是直接在这边，把它在资料夹中开启，或者应该它下载应该会下载到你打开任何的资料夹，应该都可以在哪里找到，可以在这个我的最爱这边有个下载，下载里面就有这两个东西。记得因为我们这边压缩软体是 IR， 你就按右键，解压缩至此就好了，把这两个，把它解压缩至此，这个做一次，这个做一次，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完成懒人包的下载，并且把它也给装到你的电脑，因为这个程式不用做任何安装，解出来就可以了。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我刚没有切画面，那请各位就试着先下载这个两个档，并且把它再解压缩出来。OK， 先试一下。